阿爺響舊金山嗰個105歲人歲老母話，嗰時其實有個豆腐婆叫做伍錦嫻，跟住韋劍芳翻嚟。佢嗰時響香港電台講過話，小妹不擅辭令，只可以講講監製呢一出粵語苦情戲心痕嘅經過。小妹自幼僑居金山大埠，好少睇唐片。以小妹所知，唐片輸入金山都唔少，但系唐片水準比西片差。小妹响洛省荷里活召集我哋唐人资本嚟踩呢出苦情戏心痕，为咗第一，希望为唐人增翻些少国际艺术地位；第二，响金山为唐人建立一个正面形象；第三，响番邦宣扬我国文化。而家呢出苦情戏心痕已经踩好，即将响港九同广东公映，期望各界欣赏呢出影画戏，并对我哋给予指教。